云琴，不用了。太子殿下马上就要成婚了，跟安乐之间还是收敛一些为好。冉洛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惜命？这么冷的天，你就穿这么少，在雪里站着？我的命不需要别人来疼惜。 殿下，你的伤还未痊愈，要多多注意自己的身体。我从小在山野里长大，这点不算什么。倒是太子殿下您受了箭伤，为何不在府上好生待着？枉费我那么照顾您。 然洛，不要再做任何危险的事情。现在无论是你的身体还是武功，都难以自保。太子殿下这句话，我怎么就听不明白了？我做了什么危险的事情？我不管你回到京城不如朝堂是为了什么，我只希望你想做的一切都到我这里为止，就结束吧。你们兄妹还真行，都来劝我放下。 自我入京城开始，这件事情就不会结束。难道当年帝家流的血还不够多吗？难道太子殿下始终都认为帝家当年该流那血吗？当年之事姑且不谈，我只说当下。如果没有当年，何来当下？如果没有当年诛灭九族。 何来太子殿下眼前的任安乐？你如今已经是安乐了，便永远的做安乐不好吗？我会帮你性命无忧的。一厢情愿。子元，太祖有遗旨，封你为太子妃，太子妃之位只属于你。 一厢情愿，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再把性命搭进去了。韩家欠帝家多少，就要还帝家多少，这件事情由不得你，也由不得我。我和你相聚着云端和海洋，一年期。 替我送入宫中禀报陛下，我已择定侧妃吉日，一切着礼部和司天台去办。是。
安乐，我不能让你再赴险境。